就比如说那个周星驰，啊，就算周星驰，就算周星驰是个强奸犯，我也喜欢他，啊，好，后面就不一样了。就唱了几首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妈的我也会唱啊，对不对，我也会唱，了不起啊，谢谢艺人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的阿诺送大金。哦哟，脑残点，我勒个去，重申，你唱歌要命，但是我唱歌比掏粪唱的好啊！哎，我勒个去，那是什么歌？谢谢随风。我操，不好过了。这边谢谢彭大爷送的萌。这边真的不好过了，总之这感觉尼玛啊，快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啊，然后用左手擦擦屁股，用右手擦擦屁股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上厕所没带纸啊，所以想出这首歌。我的妈，这些小屁有什么创意，真的是一点创意都没有。来重申，谢谢莫离，谢谢欧欧。飞高点，我迟到，我操，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。谢谢波塞冬送的萌，谢谢月烧。等一下子，嗯，好，开飞，呀，怎么回事？怎么飞不过去呢？因为我没有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擦屁股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就飞不过去啊，是不是因为这样？飞过，漂亮，搞定，重申。谢谢我们的安如少年梦送的萌。什么游戏啊？这个游戏叫做 GTA 5。谢谢空城。GTA 5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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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飞车就是屌，好吧，飞过头了，我去。谢谢无语送的萌，谢谢查阿 P， 谢谢我们的奥多 K 送的六六大宝点，谢奥多 K， 漂亮，过图，重申，重申。这边然后上屋顶是吧？你看你盖子不行吧，盖子好了，那我教你了，我教你，你这个不是你这么跳的啊。哎，有人送了魔盒，魔盒是什么？哎，没有啊，没看到啊，魔盒是什么？谢谢最恶心，哎，看到你们在刷，好，怎么过？哎呀我操，过不去。谢谢魔王。哎，我看看这边怎么跳过去啊？新礼物没看到哎，啊，周杰伦送的是吧？啊，谢谢我们的周杰伦送的一个魔盒，牛逼啊！谢谢魔盒，谢谢。我没看到，没有更新啊，没有更新，新的可能是新的，因为不是说什么这个年度盛典啊，啊，年度盛典今年我也不打算参加啊，今年因为这个投票吧，能投票就投票啊，也不用，就是到时候吧。因为年度盛典到时候会评选年度主播，什么年度敬业主播啊，年度什么什么主播啊，去年就没拿到啊。谢谢小 C， 大家帮忙投投票，就是投票就可以了，不用充钱刷礼物什么的。对，我看我能不能这个按你们要是天天投票的话应该也没问题。谢谢三口，谢谢巫师。
这边不好过。哦，哎呀，这边尼玛实在是不好过呀。我想想，现在还没开头吧，你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另外再放一个摩托车上来，然后跳到摩托车上面，然后再往上跳。你跳上去吗？跳不上去啊，对吧？啊，呀我操，年度催逼主播还催逼主播呢，这些神呐、啊、现在没有吧，现在没有出，大概十月份开始。好，每天看直播看五分钟都应该有一票吧，一个每人都有一票，免费的，谢啪啪。左边广告牌吗？我看一下了啊，谢谢沐风送大屏。这个有点头疼。谢谢我们的周杰伦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呀！谢谢我们的周杰伦，谢谢。呀，我操，过不去。哎，我他妈卡到下面来了啊，怎么搞啊，这个搞得我好焦灼。哎，估计都过去了，估计怎么过去的，估计啊，你们怎么上去的呢？哎，奇怪嘞，你们怎么上的这个房顶啊？等我试一下子，我看这样行不行，搞得我好焦灼。刚才那个位置不对啊，这样行不行，这样行不行。哎我操，上水管，水管也不对啊，水管从那边也能上得去，对，刚刚上也能上得去，哪这边操墙也操不上去啊，操墙也操不上去，飞广告牌，哪边有广告牌啊，我的天啊，怎么过的呀，有没有楼梯啊，这边中间左边垃圾箱，哎，他怎么过的，这个游戏叫摩托车吃点比赛，我现在是第六名。从这边啊，这边垃圾箱啊，不会吧，这样过不了吧，哎呦操，你看，哎，这样也不行，就是我头顶的广告牌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终于知道你们说哪个广告牌，我说怎么一直没看到，哦，原来是那个白色的是吧，对吧，从这个广告牌然后一操操上去了，哦，对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咦，但是好像还是不行啊。哎，那狗币好像上去了，上去一个，好像上去一个，上得去的，上得去的，绝对上得去，如果速度快的话。对，就是因为挡住了，我的摩托车后轮如果碰一下的话就可以过，摩托车碰一下后轮就可以过，高度不够啊，远度不够，远度不够，速度不够，不是不是，我看这铁网能不能炸掉，好了，看好了，一次过啊，看好了啊，哎，我去，有人在想我，打喷嚏了，对不对？
这样子差一点，这样子差一点，差一点。眼下面能吃到吗？凑不上去的是吗？拉起菜鸡，是这么过的。我主要是不知道这个点怎么过。看到没有？搞定，搞定，这有什么压力啊？没有什么压力哦。谢谢毒牙送你一个大瓶，谢谢毒牙。游戏继停，继停，继停。穿，对吧？哎呀，简单。哎，这样，然后再上船，漂亮，吃到。垃圾，垃圾图，没有难度。哎呀，这图真的是好绕，然后绕绕左边，绕绕右边，太绕了。哦，电箱。脑残电箱，谢谢王玉。没有难点啊，哪有难点，都是脑残点。知道，重申，谢谢刘某人送萌。垃圾点啊，简单啊，丝毫压力都没有。哇，追到第五名，马上追到第一。我看看第一完赛了没有。哎呀，第一完赛了呀。哎呀，辣条点。哎呀，我去，阿姆第五，别撞我，别撞我，我操，别撞人啊。说为什么要撞人，说没有难点啊，简单啊，然后再飞进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搞错了，不是飞进来。谢谢天使，刚才有个小逼还在这边放了地雷，还好我冲得快，不然我要死了。下面，这里，辣条点，然后啊，然后上去对吧？上去 ，yes。谢谢西瓜太郎送的萌。哎呀，我操！上去我要杀，我要下来干嘛？上去，上去，不能跳，不能跳。如果不解决前面的人，我怎么拿第五啊？我怎么超过他？我操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不是这样的人。哎呀，我操！手柄坏了。不要撕逼，不要撕逼，给彼此一个机会啊！不要撕逼，不要撕逼，不要撕逼了啊！就此结束了啊！就此结束了！不要撕逼，不要撕逼，千万别撕逼，千万别撕逼，千万不要撕，千万不要撕！呀！哎，好！哎，那边有个车哎，我把车打了，等一下啊！谢谢三木送的六六大宝剑，车挡住了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我在炸车，你妈，你怎么被我炸死了？好难啊，啊，奇怪啊，奇怪，奇怪，奇怪，谢谢三木，这不怪我啊，这不怪我。咦，这个点好像有点难度，哎，谢谢三木。嗯嗯嗯。
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要走慢一点，小辣条点，小辣条点。哎呀，盖子包皮王都在我前面，哎呀，不科学啊！小包皮跑那么快，小包皮啊！哟。脑残图，走过去吧。兄弟们，你干什么啊？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害我的话，我们俩永远拿不了，永远拿不了名次的。啊，谢谢储蓄，要拿名次啊，叫和平啊。对吧，你不和平玩什么呢？哎，奇怪了，我去，这车怎么掉了？你怎么掉下去了？哎，我操，哎，我操，我也为什么我掉了，这你妈什么原因？谢谢安木。必须要骑车过这边，好像是不能有人过，哎，浩南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啊，想让我介绍一个女朋友给你吗？想不想？啊，要不要女朋友啊？女朋友要不要？求我，给你个女朋友要不要？浩南，听说你是这个初中生啊，这个一直这个找不到女朋友谈恋爱，对不对？你坑了我呀，你是坑了我。哎，我操，这图好坑，不能冲啊。不能冲啊，千万不能冲啊。千万不能冲啊！啊，搞定！哇，漂亮 ！Let's go！ 我操，比老子快一步了！我早知道我就出手了！我去，第五名完赛！你妈，我第六！哦，我居然第一次拿第六名！我去，我什么时候拿过这么低的名次？啊，什么时候我拿过这么低的名次？